亲爱的来吃饭，菜品收集大作战。这儿哪有卖折的吗？打个折吧。哇，什么样的菜品？里面有人吗？让两位蹭饭队长屡屡受挫。报警吧，有点。等等等等，是你呀、啊。我们来厨师家蹭饭了。寻找美食的过程中，他们又将收获怎样的意外惊喜？上海字女婿，东方卫视1月11日晚，亲爱的来吃饭，不见不散。